终于到了我们这一季最后一个终极 battle。 在之前九期节目当中，我们通过所有的 battle 锻炼了我们身体不同部位的能量和肌肉，而今天终极 battle 我们要挑战的是我们自己。为了打造我们今天的终极 battle 的道具，我们的节目组耗时一个月，花费了上百个零件，打造了这样一个超级终极 battle 道具，就是它。这是一面非常炫酷的攀岩墙，而攀岩将是我们今天的终极 battle。 掌声请我们两队队员和队长上场。您今我看出来，您今天是负责来搞笑的，您这是要变脸呀、啊，您啊 ，Superman， 啊，哇，为了今天，你怎么没放葫芦娃的音乐？今天为了我们的终极 battle， 我们的节目组历时一个月，耗费了好几百个零件，打造了两个斗篷，当然这两个斗篷。其实是想告诉大家，传递一个信息，就我们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超人。你可能不相信自己，你可能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，但是你没有尝试，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？就像攀岩，大家玩过吗？没有。丁总，今天所有的项目您都没玩过是吧？丁总说，从开始到现在就没有一个长项。今天，对，您也没攀岩，也没玩过。我队员当中有吗？也都没玩过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尝试的就是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全新项目，但是究竟大家能做到什么程度，稍后我们一看便知。